家好，欢迎收看亚发牛财经台的收市快递，我是钟婉婷。连续两日过千亿成交，好淡有角力明显。恒指高开87点，报24,376点，开市一分钟就升穿超过一年半的高位，高见24,385点，不过在破位之后脚软，收市报24,309点，升21点。国企指数收报10,513点，跌13点。大市成交活躍，有1212億，比上日多近兩成。騰訊創咗上市嘅新高，最高見222.8。中資電信股同埋內險股亦有份支撐大市。聯通繼續有支持，係升最多嘅藍籌，同中人壽齊創一年嘅高位。汽車股急射，有大行暢淡成個板塊。市場憂慮汽車銷售增長放緩，以及價格戰升溫。吉利大跌一成，長氣同埋廣氣同樣挨沽。汽車 4S 股亦都受牽連，正通汽車同埋寶信汽車就分別下挫超過6%和5%。熱炒內房股回吐，恒大同埋碧桂園曾挫大約半成。移動股方面，北水狂追美圖急升兩成，股價再破紀錄，以18元全日高位收市。內地股市反覆下跌，上證指數終止四連升，收市報3237點，跌31點。深成指數已接近全日最低位收市，收報10,515點，跌109點。創業板指數報1949點，跌17點。匯深兩地成交增加近一成，超過6000億人民幣。今日嘅收市快遞先睇到嚟呢一度，約定你下星期見。